患者本身是医生哦，啊，倒伫咧病床咧等待器官移植。士兵伫讲伊听一个响昏去，好昏者讲安怎呢？士兵伫去看伊即个朋友哦，好昏者讲安讲，无救啊！伊讲无救啊！哦，不要浪费医疗资源，做一个医生。救助生命是要到最后一刻哦，你从人咧急救咧，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。伊求生的欲望，佮遮尼啊强，结果呢，你毫不留情，就伊的求生的意志哦，对个，甲全甲呛讲这无救，卖浪费医疗资源，毫无同理心，毫无同情心的人。习主席这位医生的患者吼，伊这朋友最后转入了。柯P要徛台了，做伊去徛，你操伊要甲啥人徛台？伊民进党伊嘛会去徛，吼、哦，北部的伊就会替民进党徛，替无党的徛，吼、哦，北部的国民党较就需要伊徛。啊、所以我都唔知影即个李伟咧想啥，啊南部伊较唔来我徛，哦，伊是讲渐渐正正咧算，这是真正有那设计师个真高算，哦真高算，对唔？啊伊吼、哦，我若准备要算算个，伊要四万军甲中共遐战斗机炮落来，你无看？哦，要甲三峡个水库啦，哦都。伊个万军真正有够厉害，伊正讲是咱台湾万军的祖师爷啦。哦，水底秘宝就会烧啦！你今仔安尼问阿仔安尼，今仔安尼问阿仔安尼，够有路用啦！我今仔讲这个科比啦吼，市面的。同意会使讲，我问我的朋友啦，我袂使讲，但迄个人的名莫甲讲出，哦，若要讲爱过去甲问。伊讲伫病院啊，伊呆呆病院的医生嘛，有一个医生就对啦，爱破病哦，嗯，伊要器官移植啊，要等待器官移植。啊，等器官移植的时阵呢，病人吼足坚强啊，求生的意志嘛吼、哦。结果呢，习主席伊吼、哦、去看这病人，伊讲啦，伊讲医生啊，或者科比啦，那科比若无这个代志，你要出来澄清。啊！那我转述唔对，我甲恁回实咧，因为因安尼讲啊，我相信这个朋友伊袂甲我骗，伊袂甲我骗。伊讲这个医生患者哦，患者本身是医生哦，哈，啊，倒伫个病床咧等待器官移植。士兵伫讲伊听一个响昏去，哦。啊靠！靠人，哎、欸，靠人安尼，就是讲这个柯文哲讲安那呢？伊家算士兵的去看伊这个朋友哦，柯文哲讲安那讲，无救啊！伊讲无救啊！哦，不要浪费医疗资源啦，无救啊！不要浪费医疗资源。哦，啊，士兵就想讲，你做一个医生，救助生命是要到最后一刻哦，你从人咧急救咧，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，敢是安尼？伊讲无救啊！不要浪费医疗资源，
哦，这是伊伫现场听到。所以，这个患者的医生呢，这个患者就对了，伊求生的欲望，佮遮尼啊强，结果呢，你毫不留情，就伊的求生的意志就对了，甲我甲呛讲这无救，卖浪费医疗资源了，哦。所以徐主席感觉讲，这个未输的吼，伊即马要饲万军。爱别人同款，无顾着别人的死活同款，一同款的道理啦。毫无同理心、毫无同情心的人，哦。啊 ，P.S. 最后讲啊啦呢，徐主席这位医生的患者吼，伊、哦、这朋友最后转入，最后好。哎，这是真厉害吼、哦！这求生的意志，所以从此呢，这个徐明德主席呢，伊怎啊对这个科比啊吼，从此啊，伊感觉对这个人看破卡手，看破卡手，伊真看不起，所以伊要去找伊，伊嘛蛮见面啦。尤其哥那呢，讲伊的。政治啊，认为讲，可比讲贾中鼎是个导师了，吼、哦，这习主席搁个想袂开哦，安尼你看有投机也无啦，哦，在因过去就是去给伊做料白啊，甲检举啊，甲定过嘛，所以伊讲这就叫做认贼做老爸嘛，哦，这是认贼做老爸，是一个完全无原则，也无政治理想的人。哦，无原则，阁无政治理想的，所以这是哦，我有经过同意啊，啊甲甲只报告互大家听，哦，无得啊，伊感觉伊是茉莉的啦，哦，啊变作专心变作白色教主，哦，啊所以伊也去找这个贪污。加实伫外口的阿扁的亲戚，啊，甲这个廖伯特务啦吼，甲早讲叫做特务，作为伊人生的导师啦。所以台湾的少年人，敢真正要认这款的，要捧场这個，哦，这以上呢，这段故事是本人经过朋友的授权吼，而且。啊，来甲大家报告，讲有这个故事啦，有这个故事。但是医生那是讲，哦，救人不一定大家救得我。唔过你伫迄个病人的头前，求生意志这样，佫是你的同行呢，哦，同仁呢，嘛不得下，哦，同行的医生，甲讲迄无救啊，哦，茫浪费医疗资源。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故事而已啦，无代表科比的一切啦吼。啊，这是当然另外，这个习主席因的感慨，哦，感慨有这款的，所以对一个人咧看的时阵，哦，因来讲你一个医生哪会使安尼讲，对无？伊这是已经犯几啊摆错误，唔是一摆，唔是一摆啊，一摆是还佫讲伊底下讲的人讲出来。什么人去救你哪会使讲？哦，伊嘛捌讲金普聪因救的，因捌救过，对不？你电视吧，迄嘛袂使啊，迄要罚钱的。你哪会使讲什么人伫倒互你救？哦，人生门咧算迄阵是安尼，救人是应该的，医生救人。哦，我咧做救生员的时阵，我去救一个人，等下我敢会甲迄个人三顿两话敲电话讲，哎、欸，我甲你救的。敢有人安尼？哇！你做你去受救生训练，有啥人会讲舍身哦救人？你看遐老师，伊个有诶个无啥会晓受，看遐学生囡仔跋落水，伊安尼硬着伊甲救，啊囡仔救起来，伊怎啊家己费力放尽，抵抗力尽，哦，抵抗力尽啊怎好势？对吧？
这就是一个人，咱唔免讲做甲偌伟大嘛，但是你做一个医生，你伫病人个头前讲，这是对病人是足大个打击，对唔对？这是对病人来讲是足大个打击。尤其啥物人去看病啊，互你，互你救过，你哪会使咁讲出來？啊，病人迄阵你嘛，伊嘛家己讲个啊。啊，病人迄阵咧顾个啊，迄无无个啦，哦，无病假个，那你有够厉害。啊，病人假个，哎，你控个啊，哦。所以选举就是个人会骗会骗啦，哦，因即马是安尼，看上较敖骗。啊，你有骗过手？伊暗时暗暝就陪扛咧换咧。甲咱笑，那票转互伊个，伊个兼甲咱笑，所以点点看啦，看久了一条线，啊伊民调做做甲变第一个，所以你惊着，啊个变啊样样，怎啊变第一个？所以这个侯友宜渐入佳境，渐入佳境，该看的人啊拢看的，苗栗这两日啊个去看一挂朋友。该看的人拢看了，啊，您放心哦。韩国瑜，伊讲哦，这个事缓则圆，因为伊出国啊，李告会等来，伊甲我讲李告会等来，啊，李告等来了，咱较过来安排。整合是安尼啦，一个一个一块一块来。你甲想嘛吼，伫国民党哪一块？哪赢？内底吴碧蓉也有啊，林郑也有啊，马英九总统也有，哦，啊，朱立伦最嘛主席，大概是拢整合得来，好啦，即马就是讲支持者，哪赢支持者，有一点仔起码是袂爽，这有影，有影啊，哦，所以。咱赢的支持者袂爽，咱当然爱甲讲甲好，心肝藏下落。你要爱花，若甲你花就会煞，我甲你花。该应当去花，好友谊嘛会甲你花，阿嘛会甲韩国瑜大家交心嘛。我讲过啊，因咧通电话，通电话。拢讲甲真柔和啊，真柔和。所以，等韩国瑜回来，哦，我还阁再走一转，哦，我还阁走一转，三日就回来啊，要三日就回来。啊，回来了，唔是讲干呐，讲去看一下安尼就好啊，开始来进入看，大家要安那为这个团队吼。所以恁足侪人拢误会啦，讲啊叫伊出来赢，叫出来袂赢，是啊，这是一个团队，这是一个团队，啊，啊，唔通讲无去邀请上，要免讲，一定拢有邀请，一定拢有邀请，啊，无可能无邀请，而且邀请国民党。中央党部的邀请，中央党部的邀请，无迄个无邀请，那有迄个党代表大会要找总统候选人，啊，条件无甲伊邀请，无甲迄个邀请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哦，袂安尼做，啊，就看嘛，总是大家同一个家庭，哦，同一个家庭，我甲恁讲过啊。你若讲你听说韩侯友韩迄个韩国瑜，啊，认为讲，哦，认为讲袂使，哦，支持侯友宜，因为侯友宜无挺韩国瑜，这我了听袂落。你莫当只讲这個，你可以有情绪，哦，啊，可以暂停，可以先观察，拢 OK。啊，你用安尼讲开都啊，你无等我侯友宜，你要等啥？
四年前的过档的跟科比安那伤害韩国瑜，我你算我较难，我为韩国瑜惊过每一场做事的，人讲讲到拢袂正直，我那阵嘛是含一支长一支短啊，对不对？因是正港对阮的团队相杀的，哦，正港对阮的团队相杀。啊，四当后过来啊，哈，变作你要爱韩国的票，啊，韩国瑜的支持者即马对侯友宜小寡有一点啊，啊，底下咧误解啊，未用好势，啊，恁怎啊讲要爱韩国的票，啊，恁怎啊含韩国的做好，变恁含韩国的做好安尼就对啦，哦，啊嘛不要紧啦，哦，啊来当安尼嘛不要紧啦。对吧？好、哦、啊，那我所以东代表大会，啊，当然这是一个指标性的会啊，啊，指标性的会。啊，至于提名了。哦，要安那用？有个人讲，啊，无去换一个，去换两个，去换，免换啦。两个半月前，大家讲无伊袂使，两个半月后讲，哈哈，伊出来较唔紧换换。哇，恁这，我安尼是来讲的，做人嘛歹势哦。我说我是安那一滴一滴，太多一滴了，太多一滴。所以政治的整合有可能，任何可能性都有。哦、我袂当讲绝对袂安那，绝对袂安那。我哪有可能去哦，袂当安尼摇啦，袂当用安尼。啊，所以。一个人，哦，有人安尼讲啊，有人讲安那讲啊，迄个好友伊是阿扁的甲牵的，哦，阿扁的栽培，唔是阿扁的栽培，是阿扁的互伊提早做书长。我甲你讲啊，伊的经历啊，早晚是成本伊爱做的。你个甲看嘛，甲伊的前后期遐东二遐警官甲比嘛。比业绩比实力啦，哦，伊个是啥物人甲栽培？国家栽培，公务人员是国家咧栽培。